鼻有9个子宫嘛，对啊，对啊，听说我的子宫还会反刍，男朋友是在7天前为车祸在这里过世，所以今天等于是他的头七，所以今天等于是他的头七。1、2、3，来电。啊，电来了嘛？对，吓死！你这样子的话，你看那个，你给我。你这什么一下什么？他不是没有，最近电力有点不足。最近电力有点问题。算是我们艺坛的一位超级大哥大厉害了，人在了，我们马上给他开始好吧？对啊，那名人诊所，我们现在青蛙王，来来哎，他请坐定，来 ，Danny 老师跟他问候。高大哥你好啊，是这身体应该都没问题啊，身体应该都没问题哈，都很好，就是还是。有的时候有一点点头昏。你以前不是有蜂窝组织性？以前不是有蜂窝组织性炎吗？对对对，是脚。脚是吧？哦，脚。那你的手现在蛮好。手有没有？那一次看医生，那个时候，我住了7天的医院。但是后来医生又说好像弄错了。那没关系。没关系。那个，有你注意，不要在那边动地方了。没错，来了，我先帮你把脉，来，我先帮你把脉一下，因为我们这是中西医合璧，我们是中西医合璧，手伸远一点，好，不是先量血的，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先把脉，把脉，舒服，医生加油！可以了吗，医生？可以了吗，医生下去，医生下去，这样。哇，舒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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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你那个脉我再看一下。我很新潮，你很新潮啊？是不是有一些脚底按的医生是这样？对，刚刚那个是先脚底按摩了。哎，量肛温你介意吗？量的，这量肛温你介意吗？是菊花，是菊花，把一支玻璃棍子进去了。我是说在哪里量肛温？里面屏风里面，屏风的屏风，屏风里面，屏风你知道吗？屏风你知道吗？是李国修那个屏风表演班吗？表演班吗？屏风里面，对，屏风里面，对对对。可是护士还是医生？肛温最准，肛温最准。对，不是我说是来量，是护士，护士，对，哎，他会有温柔，哎，对，婴儿油我们提供，婴儿油由我们提供。好，但你等一下，我先准备，我先准备一下。好 ，OK， 好。大哥讲，哇，躺着。哎呦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大哥，你不要理他，躺好就好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要叫出来啊！哎，哦，那也挺啊！哎呦，那也挺的。哎呦！哎，阿你这个人啊，吃无亲切，阿不要问我为什么痛呢？这个你要，哎呦，你要吃止痛药吗？不要了，哎呦，好痛啊！不用了，好痛啊！我只希望你问我到底哪里为什么了。你问我哪里痛而已啊！你哪里痛？没有了，阿有我露珠耶。露珠了。露珠。哎呦！来，那我帮你
你打一针哈。哎呀，止痛的，来你转过去哈，打屁股了哈。啊，不要了，打屁股都丢死人了。打屁股丢死人了。不会了，打屁股效果好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啊，没关系啦。来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都几岁了？打手就好了。不要了，打屁股啦，比较。不要了，转过去。怎么那么多人在？转过去了，哎。哎，请尊重我们的专业嘛！尊重我们的专业。哦，来来来，啊，不要了啊，不要了，把屁股胶露出来了，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哎，你们不要吵了，哎，不要吵了，不好意思哈，哎，哎，啊啊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打屁股打手？哎，你不是要打屁股，哎，打手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像我看的比较不会分心嘛。老师，哎呀，阿珍头那一幕，哎哎，瑶瑶，你说阿我珍头那一幕，我珍头那一幕，阿你珍头那一幕，我跟你讲，在你体内，没有关系，在你体内了。对啊，因为那个排尿的时候会排进去啊。他说那个排尿的时候会排出去，没关系。那会很痛，把一支针尿出来，针头可以打到体内啊。对啊，他排尿会排出来啊。他说排尿的时候会排出来啊。他尿的顺的话就没问题。尿的顺的话就尿横的话，那个就会。你如果横着尿的话就恐怖了。横着尿的话就恐怖了。对啊，那针如果横着出来的话。真的横着出来的话。瑶瑶说话，哎，这位大哥。哎，这位大哥。我的另外那位大哥。这位大哥。这位大哥。嗯。刚刚我才知道。刚刚我才知道哎。你连屁股也有刺青哎。你连屁股也有刺青哎。好性感哦，好漂亮。好，来，你跟我到里面来，我来处理你一下。跟我到里面去，我处理你一下。好。哎呦呀！哎呦！哇！玉竹啊！你是刚才在这边这个护士吗？啊，不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哪有？我专门负责。刚才那个是推销品，我不是。哦。不讲了。好，我刚刚进去啊。短听的。怕卡成功，怕夹了。啊，佩娟进来，佩娟。哎呀，哎呦呀，哎呦，呻吟，然后躺到床上，哎呦，哎呦，想着，哎呦，哎呦喂，扶着肚子，啊啊，哎呦，哎呦喂呀，哎呦，医生。医生，你帮我看看嘛。我只是看你。你帮我看看嘛。嗯。哎呦啊。哦。你帮我看看嘛。你帮我看看嘛。啊？没有。等一下。我刚刚入珠了。我入珠。女生入珠。我入珠。入哪里？我入珠。不是啦，我是说我入珠。我入珠。我是说我。我知道男生有入珠，可是女生我一辈子都没听过。没有啦，我姓陈，我叫陈入珠。人家都是在入珠的。是吗？我姓陈，我叫入珠。啊啊啊！陈入珠，陈入珠。对啦。不是那个子宫痛。没有啦，我因为那个子宫有点问题啦。哈哈哈哈哈！对啊。要问医生。那医生说我有九个子宫啊。他说我有九个子宫。嗯。有九个子宫吗？对啊。对啊。听说我的子宫还会反刍。什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不理他。哎呦！啊，好痛哦！啊，露珠好痛哦！露珠好痛。露珠好痛哦！还跟他讲这个非洲话。好，跟高大哥，哎，他是说哈，你要彻底做一下检查。你要特别做一下检查。彻底哈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是是一定要检查的，你吗？啊，没有，他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们刚刚说是什么要什么量肛温呢？
哦，对，要量。哦，对，要量缸。我们等一下会有个小姐帮你量。等一下会有个小姐帮你。好。不是我啦。哦。嗯。啊，干嘛当面摸？干嘛当面摸？要买的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好，刚那句我没听清楚。刚那句我还你再说一次。他说，健康检查前十二小时不能吃东西。哦。我都没有吃，很好。对，我知道，因为我跟医生讲，今天就到现在。不是个八杠零啊，你们俩。不给你八杠零，不给你八杠零。那就跟他们不一样。不给你八杠零。医生说好像在电视上。医生说好像在电视上有看过你。对不起。哦，对不起。干嘛不买八杠零？哦。医生说他很喜欢听你的歌。他说他很喜欢听你的歌啦。哦，还看过你作秀，歌。哎、欸，你是他还在跟医生讲一些话吗？干嘛干嘛干嘛？没没没没没。哦，他说他好像就在拉斯维加斯看过你。他说他好像在拉斯维加斯看过你表演呢。你有去过吗？我有去过啊。我常常去那边表演。哦。今年也去。干嘛干嘛的不拿出来呀？哦。预备。好过来。1, 2, 3, 4 如果你是一只火鸟，我愿意是大火鸟。放你飞上，放你飞下，放上吧，放上吧，放你飞上，放上吧，放上吧，火鸟。好，回到自己位置。哇！人家都不得搞出来。我们那个听见了。啊、他说这首歌真好听，这首歌真的很经典，写得很棒，写得很棒，写得很好哈、啊。那我身体要不要看？哦，对对对，来来，你问医生 ，OK。OK。好，来，那你请跟那位小姐躺在一起啊。哦，那你请跟那位小姐躺在一起。对，没关系，他没关系，他睡着了，睡着 OK 了，可是 OK 了，没有地方躺啊，有啊，他可以进去 OK 了，挤挤嘛，挤挤，挤挤啊，如果你这小地方床比较小啊，正常，对你不要，你不要，对我以前，你不要叠上去就好，你不要挤上去就好了，好 OK 的，没问题，恰吉你叫那个佩娟睡躺进去一点啊，啊恰吉你叫佩娟躺进去，小姐。我们躺进去一点。哎呀，露珠好痛啊！露珠好痛啊！你们不帮他弄一下，他很痛，他刚刚就一直在叫痛。啊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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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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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个恰吉。你说什么？他听不懂啊！你躺上去。你跟他讲说，他说他很痛。医生说痛一下就好，痛一下就好了，那没问题，你躺着。没关系啊，这是正常的。那我现在对对，等我躺一下，可以躺一下。我要不要问他一下？不用不用，他已经。他有打麻药了。他打麻药啊，你讲话可能听不清楚。对啊。哦。佩娟数一二三，手跨过去他的脖子啊！啊，你躺好了，一二三。大哥这样可以吗？大哥这样可以吗？嗯，这样可以吗？宪哥说他尽量瞧了啦。宪哥说他尽量瞧了啦。宪哥，没事没事，医生说他尽量瞧。不是啊，医生说他尽量瞧了啦。是钱吗？我现在舒服吗？我现在很好啊。你会把这件袋子寄给你老婆？恰吉跟他讲，我会把这件袋子寄给你老婆。我会把这件袋子寄给你老婆。
没了，开玩笑。你起来就我没有理由让你再躺下去了。我没有理由再让你躺下去啊。你起来就没有了哦。你起来就没有了哦。还是要躺好。还是要躺好。赶快躺好。赶快躺好啦。没事，你刚才怎么带子出多了？啊，没事没带子。开玩笑的。没有，开玩笑。开玩笑的啦。就是你这个健康检查完带子会寄给你。健康检查完啊。带子就寄给你了。带子就寄给你了。好，你先躺好，你先躺好。你先躺好，先躺好，先躺好。别觉得脚过不来，其实，你恰吉跟高大哥高大哥，大哥，其实，有一件事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讲。有一件事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讲。其实旁边这个女生，是因为她男朋友过世。所以很伤心，昏倒在我们医院。她男朋友是在七天前。因为车祸在这里过世。所以今天等于是她的头七。再讲一次，头七灯就关掉。头七，你听到吗？头七。怎么停电？大家讲话，讲非洲话，快点。怎么停电呢？恰姐讲话，电应该来了吧？一二三，来电。啊，电来了嘛？对，吓死！你这样子的话，你看那个，你这什么一下什么？他不是没有，最近电力有点不足。最近电力有点问题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哎，没有，就刚那个小姐啊。没有，就刚那小姐啊。怎么样呢？来，你快赶快躺好。不要慌，赶快躺好啊！快，没时间了，快。这里有鬼哦！快点，哪有鬼？哪鬼？哎，你躺好，躺好，快！来，不能！坐好，两个坐着并排坐，坐着好，先坐。哎呀，不是啦，因为。不好意思，高大哥。不好意思啊，高大哥。因为那天哦，自从他头七以后，我们就经常停电。经常停电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不好意思啦哈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不好意思啊。让你受到惊吓了。让你受到惊吓了。总再怎么说，对啊，怎么突然间？我胆子大。对啊，刚好是七天前啦，七天前啊。那一般人是吓死了。不好。从来不做坏事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好是头七了。吓都吓死了。不过讲实在话，讲到头七，我们还真害怕了，准备停电。头七我们真的很害怕。然后这个头七等于是第七天嘛，停电。没有停电，然后怎么就看？干嘛等啊？电来了。啊！吓死了！每次都这样。你们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。你好，高大哥。你好，高大哥。哎，跟你有荣幸坐在一起。对，荣幸在一起。我就是那个陆珠啊。你不要走啊，你脖子。哎，陆珠啊。哎，来，我帮你量一下肛温，快点。帮你量肛温。来，量啊。来，赶快打电话，来，黑人拿电话，打一下。看我姐到底弄家嘞，拜托啊，你继续讲，你多讲哎，你来。明仔载，我唔知啊，你讲，阿伯叫只救护车个再走。你第一日敢讲嘛？你把我叫来叫只救护车来好不？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你们真的是有病！这是我们院长的女儿啊，她从小就是向往当公主。你不觉得她长得很像公主吗？不是她，不瞒您说，我还觉得你们有点夫妻脸呢。
不瞒您说，我觉得你们还有点夫妻脸呢。来，你坐。来，外面喊一下。精神科的病人吃药了。吸掉以后就跑出来这样吓，有的会把人家吓死。精神科的病人吃药了。啊，三个就出去啊，吃药了，吃药了，走了走。等好久，等你吃药了。